第二个问题，我不希望对方发朋友圈暗示我。暗示什么呢？比如，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小故事，就是我和同事，然后前一天我们说好一个事情，然后大家都觉得沟通的挺好，然后隔了一天发现他发了一个朋友圈，就是好像有那个误会的意思啊，然后我就觉得暗示不如直接说更好一些。十号，我是属于那种会发这种朋友圈去暗示自己的男朋友，就比如说我会发一个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，冬天的十根烤肠啊，但是我这个朋友圈就会仅他可见，然后如果他没有表示的话，可能就就很尴尬。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话，你可以发朋友圈的时候不是有个 at 功能吗？直接 at 我就可以了。傅聪，男嘉宾不喜欢另外一半发朋友圈暗示自己哈，那您是不是自己就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呢？是的，我有什么我觉得直接说出来更简单一点。好的，谢谢。